这里煮菜还要配一个火夫啊，专职火夫啊。工作经验20年。这个没点经验可能烧不起来哦啊。这个是猪油哦。煎油茶是不？嗯，油茶那个儿化音要到位，油茶普通话怎么说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外表这个皮呀、啊，很脆，嘎嘣脆，嗯，好吃。好变、啊。这绿豆粉。绿豆锅巴粉。像锅巴一样啊。都做了好多了。吃饭。吃大餐。吃饭喽。秦一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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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把那妹妹领开，把那妹妹，宝宝把那妹妹领开。我小雨都在笑了，我小雨都在恭喜。恭喜恭喜！这个小姨子没有，小姨呢？没有，你没有是不是？啊？没有了。走喽，放烟花去喽。放烟花。嗯。来喽，放烟花喽。你敢放不？等一下再放好不好？先点这个。咦，你敢放烟花了是吧？跟哥哥们放烟花哦。哦，两根是吧？好漂亮哦。